你敢相信吗？最近由程毅、萧顺尧、曾舜晞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莲花楼》迎来了大结局，并且在《长相思》停更的情况下，收视率直接逆袭破万。与此同时，剧中仅有的四首 OST 也是接连爆火，刘宇宁一首《就在江湖之上》，江湖气拉满，好听绝了。果然啊，还是大侠风最适合他了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？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。歌曲《就在江湖之上》是剧中的片头曲，由刘宇宁演唱，开口一整个江湖气拉满，再加上刘宇宁的声音原本就很适合这类曲风，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。唯一一点小纰漏就是高潮部分那三句的旋律简直太耳熟了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？爱就是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。这相似度不说100%，也有个80%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到这块的时候，也同样忍不住冥思苦想，这旋律到底跟哪一首歌像啊？为啥听着这么耳熟呢？人世太匆忙，等不及地老天荒，来日又翻掌，换个神仙愿望。歌曲《人世太匆忙》是剧中片尾曲，由严艺丹演唱。上一次对他停留的印象还是在《步步惊心》中的三寸天堂上，那破碎感至今依旧记忆犹新。但此次他演唱的这首《人世太匆忙》没了悲情的破碎感，反而多了几分女侠的侠气，快意纵马游走江湖，好不自在。抽一杯逍遥醉相依，提一笔故人同归去，不过是挑个自己喜欢的结局。歌曲《一壶莲花醉》由胡夏演唱，是剧中插曲。近期胡夏 OST 的 KPI 简直是超标了，几乎每个热播剧都找他唱了 OST， 但胡夏确实有这个实力，各种风格都能拿捏。这次的这首《一壶莲花醉》就主打一个潇洒快意，音乐一响，画面感立马就来了。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不如花里明翠柳，《山外》由张元演唱，是剧中插曲，同样走的是江湖风，意气风发少年郎，听的人爽快极了。再加上近几年对张远唱功的莫名偏爱，单曲循环立马安排起来。视频最后，你觉得《莲花楼》哪首 OST 最好听呢？